2%.差不多几乎同时出来，这个应该来说是不能平衡的，因为有一个快慢，必须有一个快出来，力才能集中到，把它打出来。 这边不进料嘛，把它设出来，进料那是空气是吧？对，就那空气怎么设啊？我们这边的制冷的都是这样的，就是我们不做的时候，我们用那个氧硫化剂的浇料水进去，那可以啊，那可以做。对，可以放吗？我们以前都这样做，氧硫化剂的浇料，放进去。这个没问题。氧硫化。
来记得没问题，但是就要到时候拿个一万多。那个人就形象，那个下场也打不好。15分钟搞定。15分钟啊？啊、嗯，重拆螺丝。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软的胶料。啊？这个是我们公司最软、灵动性最好的胶料了。是啊。因为你要用那个机子，我们用切，这个是4多度，这个是7多度，把那个做好。你再高一点没关系。你那不是需要我吗？Thank you.